较早徛喺大楼，而且你甲竟然搁徛喺到花莲呢，徛喺花莲呢，石头够好大哩。你也无，人家都骑豪迈，看到你照片，我阁唔知你是。大学啊，人家都骑豪迈，直接骑到平，骑到高雄去。大学真的这样，你不知道吗？唔是唔知，也是讲咱咧遐旧的车，你也无讲啊东啊啥，唔知看咩话，安尼你甲人徛喺到遐，你无你嘛讲者，讲咱家头收了都要甲你顺顺的，拢无，就好大。怕什么？抛锚就先丢旁边嘛。啊，问题是足麻烦的呀、啊。啊，对，没办法。这弄一弄，寻一寻，都过去了。反正我也不会想再骑。弄一弄，寻一寻，还是不会想再骑。还要骑嘛？唔知偌远啦。你脚掌比较细平。对啊，唔知偌远，直接脚掌。你一个骑到够哦。对啊。骑一定要休息啦。一定爱休困。行迄条树花呢？对啊，一定爱休困的，无可能无休困。大概休息大概七八次吧。对啊。哎，哎，行两三点钟还袂到嘞。这好大。从那个北公路那个景观八拐就够累了。对啊，三点钟还。刚上去就要休息一次，我看。再行到宜兰，得两三点钟啊。啊，到花莲嘛，才过两三点钟。哦，行几工嘞？出几工才到位呢？哎，这里，这里到嘞，你还可以去晒。对，这里。行。你有注意看到？公车来，你敢动？那还比较近，对喽，不差。对，那个不是啊，这个快车肉干这不是我的。调调，明天调调，等下要调无。好啦，有新的，迄条我掀了，我家掀来外衫，啊，你有衫有掀无？有啊。啊，外套嘞？啊，外套我掀了。穿着。好好好。那走。好好。